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五十二，如来出现品第三十七之三。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时差难陀译，佛子菩萨摩诃萨因云何知如来应正等觉境界？佛子菩萨摩诃萨以无障无碍智慧知一切世间境界是如来境界，知一切三世境界、一切刹境界、一切法境界、一切众生境界，真如无差别境界、法界无障碍境界、时机无边际境界、虚空无分量境界、无境界境界是如来境界。佛子，如一切世间境界无量，如来境界亦无量，如一切三世境界无量，如来境界亦无量，乃至如无境界境界无量，如来境界亦无量，如无境界境界一切处无有，如来境界亦如是，一切处无有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应知心境界是如来境界，如心境界无量无边无浮无脱，如来境界亦无量无边无浮无脱。何以故？一如是如是思维分别，如是如是无量显现故。佛子，如大龙王随心降雨，其余不从内出，不从外出，如来境界亦复如是。随于如是思维分别，则有如是无量显现，于十方中悉无来处。佛子，如大海水皆从龙王心力所起，诸佛如来一切智海亦复如是，皆从如来往昔大愿之所生起。佛子，一切智海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，不可言说，然我今者略说譬喻，汝应谛听。佛子，此阎浮提有二千五百河流入大海，悉居耶尼有五千河流入大海，东伏婆提有七千五百河流入大海，北玉丹月有一万河流入大海。佛子，此四天下如是二万五千河相续不绝流入大海，于一云河，此水多否？答言甚多。佛子，复有十光明龙王遇大海中水备果前，百光明龙王遇大海中水复备前，大庄严龙王、摩那斯龙王、雷震龙王、难陀跋难陀龙王、无量光明龙王、连数不断龙王、大圣龙王、大奋迅龙王，如是等八十亿诸大龙王，各遇大海，皆悉辗转备果于前。梭羯罗龙王太子，名阎浮床，
欲大海中水，复被前。佛子，十光明龙王宫殿中水，流入大海，复被过前。百光明龙王宫殿中水，流入大海，复被过前。大庄严龙王、摩纳斯龙王、雷震龙王、难陀跋难陀龙王、无量光明龙王、连数不断龙王、大圣龙王、大奋迅龙王，如是等八十亿诸大龙王，宫殿个别，其中有水，流入大海，皆悉辗转背过于前。梭羯罗龙王太子，阎浮传宫殿中水，流入大海，腹背过前。佛子，梭羯罗龙王连遇大海，水腹背前，其梭羯罗龙王宫殿中水，涌出入海，腹背于前，其所出水干琉璃色，涌出有时，是故大海潮不失时。佛子，如是大海，其水无量，众宝无量，众生无量，所依大地亦复无量。佛子，与汝亦云何？彼大海为无量否？答言：实为无量，不可为喻。佛子，此大海无量，与如来智海无量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乃至优婆尼刹陀分不及其一，但随众生心未作譬喻，而佛境界非譬所及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应知如来智海无量，从初发心修一切菩萨行不断故，应知宝具无量，一切菩提奋法三宝种不断故，应知所诸众生无量，一切学无学声闻独觉所受用故，应知住地无量，从出欢喜地乃至究竟无障碍地，诸菩萨所居故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未入无量智慧，利益一切众生故，于如来应正等觉境界，应如是知。尔时，普贤菩萨摩诃萨欲重明此意，而说圣言：如心境界无有量，诸佛境界亦复然。如心境界从一生，佛境如是应观察，如龙不离于本处，以心威力数大雨，雨水虽无来去处，随龙心故悉冲洽。实力摩尼亦如是，无所从来，无所去。若有静心，则现身亮等法界入毛孔，如海真奇无有量，众生大地亦复然。水心一味等无别，鱼中生者各蒙利，如来智海亦如是，一切所有皆无量。有学无学住地人，
悉在其中得饶益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因云何知如来因正等觉行？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因知无碍行是如来行，因知真如行是如来行。佛子，如真如前际不生，后际不动，先灾不起，如来行亦如是，不生不动不起。佛子，如法界非量非无量，无形故，如来行亦如是，非量非无量，无形故。佛子，譬如鸟飞虚空，经于百年，亦经过处，未经过处，皆不可量，何以故？虚空界无边际故，如来行亦如是。假使有人经百千亿那由他劫，分别演说、已说、未说，皆不可量，何以故？如来行无边际故。佛子，如来应正等觉住无碍行，无有住处，而能普为一切众生示现所行，令其见已，出过一切诸障碍道。佛子，譬如金翅鸟王飞行虚空，为翔不去，依清净眼观察海内诸龙宫殿，奋勇猛力，以左右翅五洋海水，悉令两辟，知龙男女命将尽者，而博取之。如来应正等觉金翅鸟王亦复如是，住无碍行，依净佛眼观察法界诸宫殿中一切众生，若曾众善根已成熟者，如来奋勇猛实力，以只观两翅古阳生死大爱水海，使其两辟而错取之，至佛法中令断一切妄想戏论，安住如来无分别无碍行。佛子，譬如日月独无等侣，周行虚空，利益众生，不作是念：我从何来，而至何所？诸佛如来亦复如是，性本即灭，无有分别，示现游行一切法界，为欲饶益诸众生故，作诸佛事，无有修习，不生逐师细论分别。我从彼来而向彼去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因以如是的无量方便无量性相，知见如来应正等觉所行之行。尔时普贤菩萨欲重明此意，而说颂言：譬如真如不生灭，无有方所，无能界，达饶益者行如是，出过三世不可量，法界非界非非界，非是有量非无量，达功德者行亦然，非量无量无生故，
如鸟飞行一千岁，前后虚空等无别。众劫演说如来行，一说未说不可量，今痴在空观大海，譬虽我取龙男女，实力能拔善根人，令出有海除众惑。譬如日月游虚空，照临一切不分别。世尊周行于法界，教化众生无动念。佛子，诸菩萨摩诃萨因云何知如来应正等觉成正觉？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应知如来成正觉，于一切意无所观察，于法平等无所疑惑，无二无相，无形无止，无量无际，远离二边，住于中道，出郭一切文字言说，知一切众生心念所行，根心欲养，烦恼染习，居要言之，于一念中，悉知三世一切诸法。佛子，譬如大海，普能应现四天下中一切众生色身形象，是故共说以为大海。诸佛菩提亦复如是，普现一切众生心念，根心要语，而无所现，是故说明诸佛菩提。佛子，诸佛菩提，一切文字所不能宣，一切音声所不能及，一切言语所不能说，但随所应方便开示。佛子，如来应正等觉成正觉时，得一切众生量等身，得一切法量等身，得一切刹量等身，得一切三世量等身，得一切佛量等身，得一切语言量等身，得真如量等身，得法界量等身，得虚空界量等身，得无碍界量等身，得一切愿量等身，得一切行量等身，得即灭涅槃界量等身。佛子，如所得身言语及心亦复如是，得如是的无量无数清净三轮。佛子，如来成正觉时，于其身中普见一切众生成正觉，乃至普见一切众生入涅槃，皆同一性。所谓无性，无何等性？所谓无相性，无净性，无生性，无灭性，无我性，无非我性，无众生性，无非众生性，无菩提性，无法界性，无虚空性，亦复无有成正觉性，知一切法皆无性故，得一切智，大悲相续，救度众生。佛子，譬如虚空
一切世界若成若坏，常无增减。何以故？虚空无生故。诸佛菩提亦复如是，若成正觉，不成正觉，亦无增减。何以故？菩提无相，无非相，无一，无种种故。佛子，假使有人能化作恒河沙等心，一一心，夫化作恒河沙等佛，皆无色、无形、无相，如是尽恒河沙等劫，无有修习。佛子，于汝亦云何？彼人化心，化作如来，凡有几何？如来信起妙德菩萨言：如我解于人所说意，化与不化，等无有别，云何问言？凡有几何？普贤菩萨言：善哉，善哉。佛子，如汝所说，摄一切众生于一念中，悉成正觉，与不成正觉，等无有异。何以故？菩提无相故。若无有相，则无增无减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知，成等正觉，同于菩提，一相无相。如来成正觉时，依一相方便，入善觉至三昧，入以于一成正觉广大身，现一切众生数等身，住于身中，如一成正觉广大身，一切成正觉广大身，悉亦如是。佛子，如来有如是等无量成正觉门，是故应知如来所现身无有量，依无量故，说如来身为无量界等众生界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应知如来身一毛孔中有一切众生数的诸佛身。何以故？如来成正觉身，究竟无生灭故，如一毛孔，遍法界一切毛孔，悉亦如是。当知无有少许处空无佛身。何以故？如来成正觉，无处不至故，随其所能，随其势力，于道场菩提树下，狮子座上，依种种身成等正觉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应知自心念念常有佛成正觉。何以故？诸佛如来不离此心成正觉故，如自心，一切众生心亦复如是，悉有如来成等正觉，广大周遍，无处不有，不离不断，无有修习，住不思议方便法门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知，如来成正觉。尔时，普贤菩萨摩诃萨欲重明此意，而说颂言：正觉了知一切法，无二离二，悉平等，
自省清净如虚空，我与非我不分别，如海映现众生身，以此说其为大海。菩提普应诸心行，是故说明为正觉。譬如世界有成败，而于虚空不增减。一切诸佛出世间，菩提一向恒无相，如人化心化作佛，化语无花性无异。一切众生成菩提，成与不成无增减。佛有三昧名善觉，菩提树下入此定，方众生等无量光，开悟群品如莲夫，如三世劫刹众生，所有心念及根欲，如是树等生皆现。是故正觉名无量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因云何知如来因正等觉转法轮？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因如是知如来以心自在力无起无转而转法轮，知一切法恒无起故，依三种转断所因断而转法轮，知一切法离边见故，离欲计非计而转法轮，入一切法虚空寂故，无有言说而转法轮，知一切法不可说故，究竟即灭而转法轮，知一切法涅槃性故，依一切文字一切言语而转法轮，如来音声无处不至故，知声如响而转法轮，了于诸法真实性故，于一音中出一切音而转法轮，毕竟无主故，无疑无尽而转法轮，内外无着故。佛子，譬如一切文字语言尽未来劫说不可尽，佛转法轮亦复如是，一切文字安立显示，无有修习，无有穷尽。佛子，如来法轮吸入一切语言文字而无所住，譬如书字普入一切事一切语一切算术一切世间出世间处而无所住，如来音声亦复如是，普入一切处一切众生一切法一切业一切报中而无所住，一切众生种种语言皆悉不离如来法轮。何以故？言因实相即法轮故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于如来转法轮因如是知。复此，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欲知如来所转法轮应知如来法轮所出生处，何等为如来法轮所出生处？佛子，如来随一切众生心行欲养无量差别出若干因身而转法轮。佛子，如来
因正等觉，有三昧，名究竟无爱无畏，如此三昧已，于成正觉，一一身，一一口，各出一切众生数的言音，一一音中，众音具足，各个差别而转法轮，令一切众生皆生欢喜。能如是之转法轮者，当知此人则为随顺一切佛法，不如是之则非随顺。佛子，诸菩萨摩诃萨因如是之佛转法轮，普诸无量众生戒故。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欲重名此意，而说颂言：如来法轮无所转，三世无起亦无得，譬如文字无尽时，实力法轮亦如是。如自普入而无智，正觉法轮亦复然。入诸言音无所入，能令众生悉欢喜。佛有三昧明究竟，入此定义乃说法，一切众生无有边，普出其因令悟解，一一因中复更也，无量言因各差别，于是自在无分别，随其欲要普使闻，闻自不从内外出，亦不失坏无积聚，而为众生转法轮，如是自在甚奇特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因云何知如来因正等觉般涅槃？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欲知如来达涅槃者，当须了知根本自性，如真如涅槃。如来涅槃亦如是，如实境涅槃，如来涅槃亦如是，如法界涅槃，如来涅槃亦如是，如虚空涅槃，如来涅槃亦如是，如法性涅槃，如来涅槃亦如是，如离欲际涅槃，如来涅槃亦如是，如无相际涅槃，如来涅槃亦如是，如我性际涅槃，如来涅槃亦如是，如一切法性际涅槃，如来涅槃亦如是，如真如寂涅槃，如来涅槃亦如是。何以故？涅槃无生无出故。若法无生无出，则无有灭。佛子，如来不为菩萨说诸如来究竟涅槃，亦不为彼示现其事。何以故？为欲令见一切如来常住其前，于一念中见过去、未来一切诸佛色相圆满，皆如现在，亦不起二，不二想。何以故？菩萨摩诃萨永离一切诸想着故。佛子，
诸佛如来为令众生生心药故，出现于世，欲令众生生恋慕故，示现涅槃。而时如来无有出世，亦无涅槃。何以故？如来常住清净法界，随众生心，示现涅槃。佛子，譬如日出，普照世间，于一切净水器中，隐无不现，普遍众处而无来往。我一气魄，便不现影。佛子，于汝亦云何？彼影不现，为日就否？答言：否也。但由气坏，非日有救。佛子，如来至日亦复如是，普现法界，无前无后，一切众生静心气中，佛无不现，心气常静，常见佛身。若心浊气魄，则不得见。佛子，若有众生因以涅槃而得度者，如来则为示现涅槃。而时如来无生无末，无有灭度。佛子，譬如火大，于一切世间能为火事，或时一处起火熄灭，于亦云何？其一切世间火皆灭也。答言：佛也。佛子，如来因正等觉亦复如是，于一切世界施作佛事，或于一世界能事已毕，是入涅槃。其一切世界诸佛如来悉皆灭度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因如是之如来因正等觉大波涅槃。复次，佛子，譬如幻师，善名幻术，依幻术力，于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国土成意聚落，示现幻身，依幻力持，精竭而住，然于余处幻世已弃，隐身不现。佛子，于汝亦云何？彼大幻师起于一处隐身不现，遍一切处皆隐灭也。答言：佛也。佛子，如来因正等觉亦复如是，善知无量智慧方便种种幻术，于一切法界普现其身，时令常住，今未来际过于一处，随众生心所作事起，施先涅槃。其以一处示入涅槃，便为一切悉皆灭度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因如是之如来因正等觉大波涅槃。复次，佛子，如来因正等觉施涅槃时，入不动三昧，入此三昧已，于一一身各方无量百千亿那由他大光明，一一光明各出阿僧祇莲花，一一莲花
有不可说，妙宝花蕊。一一花蕊，有狮子座，一一座上，皆有如来结迦夫座，其佛生树，正与一切众生树德，皆具上妙功德庄严，从本愿力之所生起。若有众生善根熟者，兼佛身矣，则皆受化。然彼佛身，今未来际就近安住，随以化度一切众生，未成失实。佛子，如来身者，无有方处，非实非虚，但以诸佛本誓愿力，众生堪度，则便出现。菩萨摩诃萨因如是知如来因正等觉大波涅盘。佛子，如来住于无量无碍究竟法界虚空界，真如法性无生无灭，即以实际为诸众生随时示现，本愿持故，无有休息，不舍一切众生，一切刹，一切法。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欲重明此意，而说颂言：如日疏光照法界，气坏水漏影随灭，最胜智日亦如是，众生无性见涅盘，如火世间作火事，于一成意或实习，人中最胜骗法界，万事气处是中境，万师现身一切刹，能施必处则变现，如来挂气亦复然，于于国土常见佛，佛有三昧名不动，化众生气入此定，一念生发无量光，光出莲花花有佛，佛生无数等法界，有福众生所能见，如是无数一一身，寿命庄严皆具足，如无生性佛初心，如无灭性佛涅盘，言辞譬喻悉皆断，一切亦成无余等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因云何知，于如来因正等觉见闻清净所中善根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因知于如来所见闻清净所种善根，皆悉不虚，出生无尽觉慧故，离于一切障难故，决定至于究竟故，无有虚狂故，一切愿满故，不尽有为行故，随顺无为智故，生诸佛智故，尽未来际故，成一切种圣行故，道无功用智地故。佛子，譬如丈夫食赏金刚，终尽不消，要穿其身，出在于外，何以故？金刚不与肉身杂秽而同止故，于如来所种少善根亦复如是，
要穿一切有为，诸行烦恼生过，道于无为，究竟至处。何以故？此少善根，不与有为诸行烦恼而共住故。佛子，假使甘草鸡同须弥，投火于中如芥子许，必皆烧尽。何以故？我能烧故，于如来所众少善根亦复如是，必能烧尽一切烦恼，究竟得于无余涅槃。何以故？此少善根心究竟故。佛子，譬如雪山有药王树，名曰善戒，若有见者，眼得清净；若有闻者，耳得清净；若有嗅者，鼻得清净；若有尝者，舌得清净；若有触者，身得清净；若有众生取彼地土，亦能为作除兵利益。佛子，如来因正等觉无上药王亦复如是，能作一切饶益众生。若有得见如来色身，眼得清净；若有得闻如来名号，耳得清净；若有得嗅如来戒香，鼻得清净；若有得尝如来法味，舌得清净。具广长舌，结语言法；若有得触如来光者，身得清净。究竟获得无上法身，若于如来生意念者，则得念佛三昧清净。若有众生供养如来，所经土地及塔庙者，亦具善根，灭除一切诸烦恼患，得贤圣乐。佛子，我今告汝，设有众生见闻于佛，业障缠缚，不生信仰，欲种善根，无空过者，乃至究竟入于涅槃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因如是之于如来所见闻清净所种善根，悉离一切诸不善法，具足善法。佛子，如来依一切譬喻说种种事，无有譬喻能说此法。何以故？心智路绝，不思议故，诸佛菩萨但随众生心，令其欢喜，未说譬喻，非施究竟。佛子，此法门名为如来秘密之处，名一切世间所不能知，名入如来印，名开大智门，名示现如来种性，名成就一切菩萨，名一切世间所不能坏，名一向随顺如来境界，名能尽一切诸众生界，名演说如来根本实性不思议究竟法。佛子，此法门如来不为于众生说，唯为去向大圣菩萨说，唯为成不思议圣
菩萨说，此法门不入一切于众生手，唯除诸菩萨摩诃萨。佛子，譬如转轮圣王所有七宝，因此宝故显施轮王，此宝不入于众生手，唯除第一福人所生太子，具足成就圣王相者。若转轮王无此太子居众德者，王命中后，此诸宝等于七日中悉皆散灭。佛子，此经珍宝亦复如是，不入一切于众生手，唯除如来法王真子，生如来家，众如来相诸善根者。佛子，若无此等佛之真子，如是法门不究散灭，何以故？一切二圣不闻此经，何况受持读诵书写分别解说，唯诸菩萨乃能如是。是故菩萨摩诃萨闻此法门，因大欢喜，依尊重心恭敬顶受。何以故？菩萨摩诃萨信仰此经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。佛子，设有菩萨于无量百千亿那由他劫行六波罗蜜，修习种种菩提奋法，若未闻此如来不思议大威德法门，或时闻已不信不解不顺不入，不得名为真实菩萨，亦不能生如来家故。若得闻此如来无量不可思议无障无碍智慧法门，闻已信解随顺悟入，当知此人生如来家，随顺一切如来境界，具足一切诸菩萨法，安住一切种智境界，远离一切诸世间法，出生一切如来所行，通达一切菩萨法性，于佛自在，心无疑惑，住无施法，深入如来无碍境界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闻此法已，则能以平等智知无量法，则能以正直心离诸分别，则能以圣欲要现见诸佛，则能以坐义力入平等虚空界，则能以自在念行无边法界，则能以智慧力具一切功德，则能以自然智离一切世间垢，则能以菩提心入一切十方网，则能以大观察知三世诸佛同一体性，则能以善根回向智普入诸世法，不入而入，不于一法而有攀缘，恒以一法观一切法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功德，少作功力，得无失自然智。尔时普贤菩萨
欲重明此意，而说颂言。见闻供养诸如来，所得功德不可量，于有为中终不尽，要灭烦恼离众苦，辟人吞服少金刚，终尽不消要当初，供养十力诸功德，灭火必至金刚智，如甘草鸡等须弥，投芥子火悉烧尽，供养诸佛少功德，必断烦恼至涅槃。雪山有药名善见，见闻嗅处消重疾。若有见闻于实力，得生功德道佛智，尔时佛神力故，发如是故，十方各有十不可说百千亿那由他世界六种震动，所谓东有西没，西有东没，南有北没，北有南没，边有中没，中有边没，十八相动，所谓动片动，灯片动，起片起，灯片起，有片有，灯片有，正片正，灯片正，喉片喉，灯片喉，极片极，灯片极，欲出过诸天一切花云，一切盖云，床云，翻云，香云，满云，涂香云，庄严聚云，大光明摩尼宝云，诸菩萨赞叹云，不可说菩萨各差别生云，欲成正觉云，严禁不思议世界云，欲如来言语音声云，充满无边法界，如此四天下，如来神力如是示现，令诸菩萨皆大欢喜，周遍十方一切世界，悉亦如是。是时，十方各国八十不可说百千亿那由他佛刹为成数世界外，各有八十不可说百千亿那由他佛刹为成数如来，同名普贤，皆现其前而作是言：善哉佛子，乃能成佛威力，随顺法性，演说如来出现不思议法。佛子，我等十方八十不可说百千亿那由他佛刹为成数同名诸佛，皆说此法，如我所说，十方世界一切诸佛亦如是说。佛子，今此会中十万佛刹为成数菩萨摩诃萨，得一切菩萨神通三昧，我等皆与受记，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佛刹为成数众生，发
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我等亦与受记，于当来世，今不可说佛刹为成数劫，皆得成佛，同号佛殊胜境界，我等未令未来诸菩萨闻此法故，皆共护持。如此四天下所度众生，十方百千亿那由他无数无量，乃至不可说不可说法界虚空等一切世界中所度众生，皆亦如是。尔时十方诸佛威神力故，毗卢遮那本愿力故，发如是故，善根力故，如来起智不越念故，如来应缘不失时故，随时觉悟诸菩萨故，往昔所作无失坏故，令得普贤广大行故，显现一切智自在故，十方各国实不可说，百千亿那由他佛刹为成数世界外，各有实不可说，百千亿那由他佛刹为成数菩萨，来意于此，充满十方一切法界，世现菩萨广大庄严，方搭光明瓦，震动一切十方世界，外散一切诸魔宫殿，消灭一切诸恶道苦，显现一切如来威德，歌咏赞叹如来无量差别功德法，普喻一切种种语，示现无量差别身，领受无量诸佛法，依佛神力各作誓言，善哉佛子，乃能说此如来不可坏法。佛子，我等一切皆名普贤，各从普光明世界，普传自在如来所，而来于此，彼一切处一说是法，如是文句，如是义理，如是宣说，如是决定，皆同于此，不增不解，我等皆以佛神力故，得如来法故，来意此处为汝作证，如我来此，十方等虚空遍法界一切世界诸四天下亦复如是。尔时普贤菩萨成佛神力，观察一切菩萨大众，欲重明如来出现广大威德，如来正法不可举坏，无量善根皆悉不空，诸佛出世必具一切最胜之法，善能观察诸众生心，随应说法未曾失时，生诸菩萨无量法光，一切诸佛自在庄严，一切如来一生无异，从本大行之所生起，而说圣言，一切如来诸所作，世间譬喻无能及，为令众生得悟解，非欲为欲而显示，如是为名
甚生法，百千万劫难可闻，精进智慧调伏者，乃得闻此密奥义。若闻此法生心庆，必曾供养无量佛，为佛加持所摄受，人天赞叹常供养，此为超世第一财，此能救度诸群品，此能出生清净道，汝等当持莫放逸。